今天是109年6月20号早上的10:30多，悠然现在正在泡澡。然后呢，我给他准备了一个小惊喜，带你们看一下。艾莎公主套装是悠然一直很想要的，我把它藏好。那我们一会儿就给他一个小惊喜吧，让我们拭目以待。我现在已经换好泳装了。对，泡泡浴，快点！哎，有没有那种冰山的感觉？他这里是不是很美？对呀，很美，超美的。艾莎衣服，哇，好好看啊！哇，你看，艾莎裙子，看。白雪公主。太美了！今天谁过生日？我。你想不想要惊喜？好啦。那你去看看枕头下面。这什么？这什么？这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悠然。这是艾莎的高跟鞋，好漂亮。还有呢？还有呢？还有皇冠。还有呢？还有呢？魔法棒。那这是什么？这是艾莎的公主裙。那你拿起来看看吧。对呀、哇！在百货公司的游乐园玩，趁这个时间我自己悄悄跑出来给他买了一个生日蛋糕。生日快乐哇，好厉害，用力，用力，瞄准他，哇！我们十岁了。好吃吗？